央市府广场前跨海连线东京，球迷口号喊得大声，展现心与台湾队同在。彰化这边气氛也没输，双手拿着加油棒为台湾队应援。24号三度抗日要成功。你好，想要台湾队美式买一送一。台湾队晋级冠军赛，普天同庆，超商也各个寄出优惠集气，不止全家咖啡买一送一。Seven 也寄出咖啡，买二送二，一起喝咖啡，挺台湾。四大超商都有优惠 ，Seven 美式买二送二，部分零食买一送一，全家特大杯美式一样优惠，杯身应景是棒球。另外还有面包买一送一，饭团也加入优惠行列。莱尔富饮品和面包也有买一送一 ，OK 则是饮品打折。非常感动啊！如果在生活中还可以继续感受到。台湾队挺进世界级比赛，全台都有感。新北体育局一系列好康，汐止运动中心能免费体验投打，泰山有限量球员养成体验，另外还有13座运动中心游泳池一周免费。王草爷也加入挺台行列，发文说如果得冠军要发666份他最爱的猪脚，也有桃园里长联合三里要送出鸡排，全台想方设法来集气，就是希望台湾队能写下历史，挥出冠军。三立新闻高文轩来自台北采访报道。